OK。哦，今天 JY 要来换板台。哦，20尺的换20尺的，要换特殊板架。拐三娘架。拐三娘，大业。哦，我们来换另外一块专用板。118脚吊板架22拐5。升起来，接这个我们卸 ISO Tank 的专用板。资料请传，往前试拉。哦，拉不动。代表刹车 OK， 哦，尾盘也确定是接起来的状态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专用板。哦，卸这个 ISO Tank。卸这个 ISO Tank 的专用板。好，试拉一下手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安全扣扣上去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卸油槽柜的专用板，靠我们车头的棒浦去打。待会来检查一下，如来神掌式的摇板脚方式啊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利用这个掌心，然后顺着中心点这样转，这个动作好像很奇怪，如来神掌式。板脚摇到底，哦，检查一下小灯，看我们的工具箱东西有没有缺少的。我，哦，怎么有这一块海绵？OK， 什么时候放了这块海绵？检查一下轮胎。哦，中船弹簧。哦，后面绑这个。哦，红箍本旗呀。我这轮胎有换过胎纹。哦 OK，我们出发去79号码头。Let's go。喂，我们来去79，哦，领这个众筹。79长龙码头。290。890，这台车在干嘛？这台宾士的怎么摇摇晃晃的？你可以开上铁板。79号码头，这里是76，这里是78。大家都开这么快啊。
在排队，79在排队了。哦，空车，空车一样，一律从最右侧这里哦，都有个空车道。我码头的出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靠右侧。今天79这么热闹，我操！我中继站也这么热闹。排这么长，哦，进来就一直走，领重柜的一直走，这个是在排什么？我排那么长，应该是衣柜的吧？林中贵，这怎么排三排，排那么多车，在赶什么？哦，这里就是79林中贵的地方，开单的地方。中继站。哎，北京路左路。拿口罩来戴。现在码头大部分也都是要求司机戴口罩，每次都忘记，拿一下口罩来戴。哦，第二个窗口，哦，西歪，李宗辉。这里是转运柜。我今天摆啊等的是。今天摆了等级刷不下来。防疫期间佩戴口罩，哦，不要交谈。看一下柜号对不对？2534对。11区33，哦，我们去11区33。哎，领重柜，11区，哇，靠近海边呢。这里是6543321，哦，最里面靠又靠近海边。11、12、13、14，这样出来没有14。走中间这个走道要小心，左右来车，你看，所以不能太快，慢慢的把头伸出去，左右看一下。哦，没车哦，再走。啊，中间之前这里都放货柜，我的路都变得很差。左右。没车，过。哎呦！左右探头一下，没车，再过。哦，二，来一二三，
一区在这边，11右转，12就左转，所以我们是右转。哎，有船边车。河岸受进攻，脚跳压水洗473，电机。11区。然后集美两个小的东里道，返台4429。哦，很多车。33，这里60几，还要在前面一点，50几，船边车，33，哦，在这里。3，哎 ，PTPU， 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油槽的泄料口在什么前面还是后面？走这个轨道要注意偏车。我们去看我们的油槽，2534泄料口在前面，所以我们掉头。现在看一下515、2534，对，我们先去掉头，等于我们车头要向那边来掉头。这个天车没人。没人吗？现在几点？是还没交班啊？这个天车也是也要交接班。我们就掉头，让那个卸料口朝屁股。哎，我们等天车来。翻柜。我们对齐，要在前面一点。超广角的视野。上面还有一个、啊，没有吧？没有，要加最底层的。跳起来了，都逃出来了。哦，卸料口在后面。哦，上车。哦，我们来准备前进一点。
OK， 我们掉到柜子了，哦，来去出站。哇 ，air 不够。下呀，气压不够。因为它中槽放下去，我们的气垫会撑起来，所以气压会掉。现在六磅，七磅，好，八磅 ，OK。哦，走，咱们去出站打单放行。哦，检查外观跟写封条号码。听听看，直接往出站的方向去。头的讯号都不是很好，网路在跑的速度都很慢。OK， 到这边左转就是出站了，前面是79的空柜区。9268，9268，好像空柜区。一个卸掉，一个是拉保安吗？哦，这里网路的速度都是几 K 而已，400-500K 在跑。OK， 咱们去出站去看会不会碰到好久不见的田哥。好，我跟他打声招呼。哦，出站的没？还好，没什么车。我们来去停右边好了，第一台，第四。下去超风点，他插销。哦，这个 ISO tank 有没有？屁股一定要朝后面，卸掉口要朝后面。检查外观铝梯，哦，卸掉口在后面，铁牌铝梯，哦，这个盖子有时候被不见，哦，咱们来写封条号码，哦，这个铅封，0068065。另外一个，怎么封这样？怎么看？
BG12734 BG12734 好，确认 OK。 好，外观再看一下，为什么绑个白布在上面？写完检查完，写完封条检查完，开那么快，要投单。中号码，来去看一下。哦，很久没有遇到落地追踪宝山。好，我们来去看一下。哎，追踪号码527。山落地追踪，哦，在楼上。哦，爬那么多层。哦，跑山落地追踪。检举枪毒最高可得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。内政服务热线1996，警政署廉政服务专线。不请托官说，不收受馈赠，不饮宴应酬，不为不当接触。非因公不涉足不妥当场所。哦，今天哦79还蛮热闹的。货柜号码，货柜上方都有，前后。OK， 还有盖章，免予落地检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去投单，就可以把车开出来了。
投单，投进去就可以把车开出来。没有车了，好像开得有点太前面，海关在检查柜子，哦，开柜门要小心，东西掉下来。谢谢，这样就可以出站了。哦，啊，最下面这个是港景联，哦，上面是 EIR， 下面是港景联，哦，我们现在这样就可以出站了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